第二十九题，由上述反应式的关系比较此四种元素对氧的活性大小。我们看到它给我们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根据这个 W 加 XO 没有反应，就知道我们的活性是 X 大于 W。我们看到第二个 X 加 ZO 没有作用，就知道活性呢是 Z 大于 X。然后看到呢 Y 加 ZO 会变成 YO 加 Z， 我们就知道活性是 Y 大于 Z。那我们用不到我们的第四个反应，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活性大小是 Y 大于 Z 大于 X 大于 W。 所以第二十九题问我们比较此四种元素对氧活性的大小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Y 大于 Z 大于 X 大于 W。